是唯一一个有床戏的人，所以我背负了非常沉重的压力。造型上面，可能跟他变成花了很大的六小时做，可是却出现几十分钟。六个小时出来的长度到底？但是像张惠妹那个头发这样子，确实是也是差不多有。有到怎么大，等到怎么一直那样子。所以我变成是我都比女艺人早大，我比他们先弄，因为我要这个翘起，然后上妆，我比女艺人早。张惠妹一直维持那样的身量，会觉得。而且你知道，因为有时候他受到惊吓、受惊之后，然后还要高八度。我那一场也是被狂怒，他忍受对这件事真的一直受惊，一直受惊，一直受惊，一直小孩。你那个角色出演是你之前没有过的？对，因为我们这里很谢谢导演啊，他这么大的能力，让我尝尝试类似喜剧的东西。对，你是唯一一个有床戏的人，对啊，所以我背负了非常沉重的压力。那个生无可恋的样子很屌，就是配合嘛，对吧？他是一个很知名、很知名导演重金，他是一个很知名的专业人士。李易峋的专属，那个化妆师。哎，那为什么他来跟硕哥来凑对？他就很喜欢演我的戏啊，然后就说他这一次我们两个人组队，他就说很不错。那你的选奖哪一些正经挑了特别久？挑最久的是江启啦，这是个说，他是我最后决定。那我第一次看完完整片，我觉得他比我想象好太多了。我第一次碰到他是从办公室里面的洗发被被那个平底锅打的那个，趴在这边主持会议，然后他要讲几句话，几句话都讲不好。哇，导演是不厌其烦，一次掉两次掉三次掉。那个短短的戏，他在台词有没有六行、五行这一类的哦？没不到五行，他重复八遍。最后结果拍最多次是吻戏。很快就拍了，很快，很快拍完。卢广仲不是这样的人。那因为那边就是他那个雨有点下的，就不太浪漫。那有没有就是下的很狼狈，还要吻戏也尴尬？因为我有带那个雨鞋，所以那个雨鞋直接打在我身上，然后就是飞到旁边。然后就那时候在拍吻戏中场，说广仲看到我之后应该有四个雨鞋，有吗？因为我雨鞋没有雨鞋，你们都一起脱掉，大概请几？三个、四个、三四个。所以这次有体力交换的，就只有两位跟辉哥跟。体力交换，那是意外，因为那场戏的进场是一进的。我一出去的时候，外面的那个铁匠手灌一口超大口，因为太大口，不小心流到喉咙，已经呛到了。我憋住，我已经呛到，然后到最后真受不了，就噗。对，进去吧。进去。射到口腔。马上校长就踩他一脚走了。我跟他说：“你有必要这样子吗？”但其实整部片要忍费总是爆发的，铁面的感觉。这就是我最遗憾的地方，因为我其实私下非常会讲干话，我的程度可能跟硕哥差不多的干话王。我每次看他们笑得很开心，看互相开玩笑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为什么是 Rit？ 那像广仲在里面有自己独自砸烂办公室那边，你有觉得很爽吗？老实说蛮累。可你那个呼吸是，你正在那边呼吸吗？那你有窒息感吗？有，因为我后来跑回来了，味道很难闻。真的躺在那边，我直接跑出去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他说那个六角孔是有，他投进去刚那个水族箱那个是芭比有毒，对啊，那个有毒，那个有毒，有。然后因为我不是要把有一个系数，我把头进进去水族箱嘛，然后我就看，我就冲上来咬我。你那时候就知道有毒？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你那时候不敢讲。那你会怎么样？我就是有跟工作人员说，我真的要这样要这样记下去吗？他会怎么样？会麻痹？他那是神经，他是神经，神经起来的。对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对啊，加起来。对，自己自愿。